通过三笔的方式，我叫你画蓝草。画蓝草要画出这种提按顿挫的变化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画出这种折笔的效果，这样以此类推，一笔长，二笔短，一笔的就破缝点的同时啊，就来个折笔，长短变化。找空白最大的地方，我们画出兰花。注意兰花的姿态。重墨点出花蕊，兰花我们就画好了。这个点点赞哦。